死我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哪有大白天就睡觉之理啊？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想让姬敬堂来咱们祈福理财，咱们祈福事务较多，也需要一把好手来打理，你觉得呢？嗯，他是能担事儿的人，那我先睡觉了。不能躺，床上有东西。燕生，你会说话了。你别哭啊，燕生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燕生别哭，哥哥和嫂子都在这儿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。把手帕给我。